Tech Podcast 悠悠上山。こんにちは，大家好。いかがお過ごしでしょうか？欢迎大家收听云林最丰富的声音——芸芸众生。我是芸芸众生主持人金井港，我来自日本。我通常这个那个自我介绍之后呢，我会讲一些开头的话，对，就介绍我个人喜欢的东西啊，就是接下来要介绍的来宾的事情啊，我会讲多一点，但是今天我不想讲太多，是因为今天的来宾真的很特别，他的经验真的很丰富，所以想要多一点问问题这样子。好，大家请期待一下，今天邀请到的是永科大科技法律研究所廖博毅同学。同学您好。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你好，那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我叫廖博毅，来自云科大的科法所。那我之前也是读云科的资管系，所以在这边也待了也快要六年了。哦，蛮久呢。对，本来是资讯管理资管系，对，现在读科技法律研究所。没错，那个两个有相关吗？你倒不如说法律跟什么都有相关。哦。再加上我对法律也本身就很有兴趣，然后不喜欢打程式。哦，所以资讯管理系学的东西都是那种电脑的那种程式啊。读大学的时候一直想要念法律嘛？对，对，法律或政治相关的。哦，那大学生活蛮辛苦吧？对啊，这样子真的是。没有跳船，赶快跳船，真的是很后悔，多浪费了几年。哦，那个部分我等一下再问一下。好，没问题。那因为其实学法律的话，除了云科大之外，也有很多学校可以选。为什么你故意选云科大呢？哦，因为第一个我原本就读云科大，然后那时候想在考研究所的时候，云科本身就有科法所了，所以直接接轨可以免除掉一些搬家或是重新适应环境的问题。嗯哼哼，对，再加上云林的物价真的是没吃苦吃便宜，对，超便宜，超级便宜的，对，不用再花额外的心力去处理那些生活上的开支，对，而且那时候也告诉自己说，就是假设云科大又没上了啊。我可能就不适合念书吧，赶快去找工作，不要浪费时间了。对，啊，结果真的上了，所以我应该要多穷几年的。所以你故意选云科大、哦，没错、哦。那如果你没上那个研究所的话，可能现在已经工作嘛？对，正在工作了。哦，那很幸运哦。是吗？这个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但是就从大学的时候一直想要念法律，然后现在读自己想要念的东西也不错吧、有感觉真的是比较有动力，对，而且会刻意去读很多相关的文件或者是文章，对，哦，不错耶。但是那个就是因为学法律你是从研究所开始念嘛，所以可能有些你的同学是从大学开始念，到现在可能有差吧。哦，真的有落差，就是可以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小人物，然后他们都已经在云上面飞了，我还在地下跑，这种感觉。那可能努力的时间也蛮久吧。对，所以真的要好好加强自己。那你现在生活上有意识什么吗？意识什么？对，就因为有落差、落差嘛，所以可能你的生活应该不太一样吧。就也只能努力去复习课堂上的东西，然后多看一点书、文章，然后多听金井港的 podcast。对，啊，谢谢谢谢，但是听我的 podcast 没什么学到的东西啊，有啦有啦。谢谢，很开心。那
现在因为就是刚刚你说课堂上的复习、可能是下课后都做这种事情吧，除了复习之外有没有下课后做什么吗？就除了复习做作业写报告之外、然后偶尔针对一下一些社会上的时事去研究法律相关的角度跟论点、对，那当然这些是正事之外，就是对大家大学生研究生都会做的事情啊，游戏啊，运动啊、对，休闲活动。因为你的那个下课后做什么的这个问题有写音乐的部分，哎、是你喜欢音乐哦？没错，最喜欢 Daisuki Daisuki 那因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有认识你，他是热音社的，对，我也是一段时间在热音社活动、所以我知道你很喜欢音乐、现在也有弹吉他之类的吗？有，现在就偶尔会摸一下吉他这样。哦，不错，应该蛮好玩的。那你还有在玩吗？我现在是自己唱歌而已。哇哦，对，因为我现在有那个飞碟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哦，你说彰化那个吗？对对对对对对，哦、我是那里的主持人，所以我每周一次会唱歌，对，哦，一小时的时间。好，我要去听。那谢谢，我等一下传给你。好，没问题。听说他就是2018年的学生会会长，マジで？是吧？好像是哦，好像是哦，对吧？这回事哦。学生会会长是怎么选的呢？就是在每一个系前面有一个投票箱，然后每个学生就会去投票、选谁、或者是要不要搭档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可以偷偷分享一个秘密啦。哦，这个可以的吗？这个可能会有人不开心哦，不过没关系啦。好，其实那时候我获得的票数有2000多票，理论上应该是当选的，但是、选委会就是负责选举的那个组织出了一点差错，就是他没在选票上按照规定盖选委会的章，全部都没有，所以2000多票全部作废。我想说，哇，那时候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后来是透过一些补救的方式才当上会长，这也是蛮令人可惜的。哦，对，那很辛苦的当啊，学生会会长，那些选委会的人更辛苦，他们还要去处理这些杂事。对啊，好，那你从那个学生会会长的经验有学到什么？哦，很多呢。因为当初在当学生会会长的时候，其实坦白说，对于自己过去的所有的经历都全部没用了，用不上。所以，对，所以为了要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心目中合格的学生会会长，要把自己打掉重练，从我的思考模式啊、口条啊、价值观啊。对，所有的东西都全部重来，所以这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我，或者是说更加奇怪的我。很多人都说我是怪人，不过没关系，我就怪。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要算是有知道这个工作的责任跟重量。对，因为毕竟一个学生会会长在学校面前，可能就代表全部的学生，那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整个学校未来对学生的政策。对，所以坦白说，像我那时候就还蛮压抑的，因为不能做一些太出轨的事情，不然可能大家就会有话说。所以现在卸任之后，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了。对，还是不行啦。对，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当个好学生。对，要当好学生。那个基本上学生会会长的工作是什么？代表学生去跟学校开会，或者是办理一些全校性的大型活动。对，然后处理可能学生在学校遇到某些问题，那学生会就会代表学生去跟学校处理，或者是谈判，或者是争取之类的。对，我们就好像学校这个大企业里面的一个工会。对，
那去帮学生跟学校争取一些学生的权利或者是利益这样子。那真的蛮重要的一个机构。哎、欸，是吗？是吗？谢谢，谢谢。是吧？那我很想问，那个你刚刚说大概六年的时间已经在云科大嘛、嗯？对，这六年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除了当学生会长这一个方面，因为当学生会长的时候，基本上一天除了睡觉，大概都在处理学生会的事情。对，所以那时候课也没去上啊，或者是也没时间读书之类的，然后也放弃了很多娱乐的时间。嗯，常常要跑到外地去台北跟教育部那些官员们开会，或者是去其他学校的学生会交流意见、交换一些经验等等。因为很忙哎、欸，对，然后再回来学校，除了处理学生会自己的事情之外，也要去处理跟学校开会。那如果跟学校一些提案的话，要事先处理提案、联署，或者是跟每一个委员代表去讲述自己的意见。好、欸、超忙呢，比我想象忙很多。除此之外，还要尽量让自己不要因此被退学。哦，就没时间读书嘛，所以没去上课，一直弄那些行政的事情。嗯，可能资管系的成绩也还蛮可怕的吧？超级可怕，超级可怕，超级可怕，差有我。应该说，我就是差点被二一的那一个。哦，好危险哦！对，所以现在上研究所又比较认真啦，尽量把成绩都维持在90分左右。哦，那现在是还蛮优秀的学生啊、一直都很优秀，一直都很优秀。对，就优秀的方面不一样而已。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对、嗯，主持人也很优秀啊。我没有啦，都四年级了，还当一个这么厉害的主持人。谢谢谢谢，感谢。对啊，就我是个很喜欢这种主持东西啊。哦。对，但是因为现在是个很大的挑战，是因为我用中文。嗯、对，因为我本身是日本人，又是我在日本做这个东西，啊、对、哦，所以一个很大的挑战嘛。嗯，辛苦了，加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谢谢谢谢。谢谢我最后问一下一个问题，因为他的经验真的蛮丰富、嗯、又是从资讯管理的时候到现在就是追求一个很想要读的法律那个方面，然后现在他是法律的研究所来读书，然后很认真的读书，一直都很优秀，然后呢他有当过学生会的会长，所以 我很想问给学弟妹的建议。对、嗯、有没有建议？好，第一个一定要学你所爱，爱你所学。对，找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去努力、嗯、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东西，赶快跳出来哦，快逃、哦、快逃。对，很多学长姐都会说学弟妹入学前就会在那边举着牌子说快逃，那真的不是开玩笑、哦、之前科技部跟一些 ES123 或是111人力银行都有做出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都很类似，就是台湾的社会工作者只有不到30%的人是跟大学学的东西相关的。所以从高中职那时候分组分科开始到读完大学，花了7年的时间去学习，就做了一个毫不相关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对，哇，很浪，算是浪费时间吗？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教育体系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学生也要去好好了解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嗯，对，不要跟我一样，从高中职开始到现在，然后花了7年的时间，结果现在才跳船。啊、对、欸，所以当然还有一点是大学，应该可以说是求学过程中最自由的一段时间吧。嗯嗯嗯，对。所以无论是参加社团啊或者是去外面打工，我觉得提升这种经验也是相当重要的。对、嗯、除了能赚钱，我觉得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大家的社会化程度，累积个人的经验、嗯、经历，就算可能最后赚的钱都花光了或者是社团倒掉了，但是我觉得这些经历
它是不会白费的，它会潜移默化到你的人格特质里面。有很有意思的建议，对，很浓厚的建议，对，充满的人生悲伤跟悔恨的建议，都是按照他的人生的建议啦，所以很有意思，谢谢。不会不会，谢谢。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日本的礼物，今天的礼物就是十人十色。好，帮我念看看。十人十色。Yes， 没问题。对，这句日文的意思就是十个人，十个样子的意思。对，所以像我的话，就是我念企业管理系，然后我当初是想要念中文，所以来到台湾，然后就竟然我现在是做这种 podcast 的机器人，又是用中文，对，这是我的一个人格特色，对。然后今天来宾的话，学生会会长啊，然后一直想要读法律，现在读法律，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学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很适合的东西。所以刚刚学长那个学长的建议里面有说跳转这一句话，对，真的蛮重要的啦，我觉得。那主持人，你有想跳过船吗？我其实有了，现在就是那个跳船的，是，对，因为我学的是气管嘛，但是我比较想要做的是这种主持啊，大众传播，就是对社群媒体啊那些关系的，就电视啊、广播啊那些东西，所以就是自己想要做，所以我一直找这种机会，然后刚好学校也派给我这个工作，对。所以我正在跳船，对对对，恭喜，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讲日文的，你有学过日文吗？有，因为就其实我之前有申请到去大阪工业大学交换的机会，可可可，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啊，拉面啦。环球影城啊，大阪城啊，是不是都很好，都很好玩的地方？对啊，不是为了读书吗？为了读书去吧。当然读书，对，当然，但是这些事情也同样重要。啊，对，也是，也是，对，没错。我也去台湾留学的时候，去过好多地方，之后我会再介绍给大家我去过哪里，等主持人分享。好，我分享一下，谢谢你介绍给我们很多东西。大家更想要了解云科大学生会或者是科技法律研究所的话，可以来看看云科大网站，加上我个人的 YouTube Podcast 也在说明栏里面，有兴趣的话帮我订阅一下。今天的芸芸众生差不多到这里，今天的来宾是科技法律研究所廖博毅同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线上见咯，拜拜拜拜，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じゃあね。